在婚姻北港有一个78岁的欧医生，伊家己一个人照顾两个身心障碍的后生，啊，不过伊住的所在真正孤寡，佮会来渗水。即马有义工团体用两礼拜的时间，啊，派200志工帮伊即起一间新厝，互伊强感动。接到新的消息，拍开重新修缮后新厝，而且78岁的蔡老先生相当感动，因为一个人抚养重度身体障碍大囝。和亲到身体障碍细囝，过去就住在漏水破旧的老厝中。后来消息传出来后，义工团体介入帮忙。善心人士，咱的慈善团体来甲去，就这间厝吼，头尾伊就两个假日的时阵，就甲完成。吼、哦，是来讲，我爱代表讲老先生、陈志丹、高叔，所有乡亲来甲，都有感谢。李长指出。因为蔡老先生够残疾，无得来日加收入好，但大囝生活无得自理。进前老先生无同意社会处关怀安置，经过苦劝后，才同意大囝安置咧安养院。社会处嘛讲，原来够15万等待援助来修缮。啊，以后是有机会，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甲乡亲做婚姻馆乡亲做服务安尼。义工团体表示，起初的活动邀集100名义工，利用两礼拜假日完成身体处的整建。即文管府社会处有着协助60家庭，嘛推动风腰风寒的选美计划，将低收帮助关内贫困家庭渡过难关，去将有你无得。